一个闹钟面，镊子，多少分钟？什么年纪拿镊子？有的。你那有镊子吗？会不会关？之前去四川菜，然后连那边都不让说话。这个说话能改变这个多少斤？据说。
总的实在是太忙。你知道哪儿就这样吗？是的。三多了啦，你可以往狂贴。这块还没上去，没有。咱会剪辑。你好像一边走过。这边走吗？一点点。太碎了，你儿子听着都。你手机壳上写的是关你屁事儿啊？对，关你Adobe Photoshop。圆圈儿，好，一点点。
伤了，还轻吧？轻。那可能会疼哦。他那耳朵东西多是吗？特别多。刚画的，刚画的。啊？哎呀，我上不是，就是空亮的啊。调点，往下调调。调，不错呀。你给赞助一个。都算完了吧？没，还有过程。不过你耳朵要是走过程的话，可能会稍微有点疼，因为疼了两天。我们敲针子的有几个要求：第一个手松开，第二个毛毛不能。插到底，一定要插到底了以后往回退一点点。第三个就是我们敲这个针子的时候，眼睛不离开这个毛毛。OK， 针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能把它一下子放到这个头上，一定要放在中间往头上拨，最后到钢管上面。OK， 就是这个过程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这个时候就不讲解了。啊，最后拨到钢管上面。OK， 敲的时候手松开。眼睛始终盯着他的额孔看，盯着毛毛看，眼睛正直，随便敲在哪里，不允许眼睛离开这个毛毛。Okay. 好，增加三到五次左右，增加五次左右的，增加五次左右了以后，最后呢就慢慢的拖出来。我们这个呢再做一些花式动作，放在这个脖子上面，勾住它以后，慢慢的拖动。顺到这个淋巴这样啊，拖动一下，啊，也可以放到这脖子上面，从上往下拖的可以，从这拖的可以，啊，最后呢也可以放到这个眼睛上面，其实眼睛上面是最痒的，啊，拖每个地方拖两下就够了 ，OK， 它有的用呢，科技痒就不拖了，然后呢就开始做按摩，我们把头发扶开，手拉着耳朵。压着耳门，轻功机会，把这耳朵门揉的盖起来，一、二，缓缓的揉个三圈左右，正揉三圈好了，三圈也可以。好，然后手盖着耳朵，把头发一定要扯开，盖着耳朵揉一下，吸一下，揉一下，吸一下。就敲几下就可以了，对。搓一搓耳朵，搓一搓前面，搓一搓前后面，啊，推一推，啊，掐一掐，最后就结束了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只耳朵，另外一只耳朵我们一开始关了。你别把感染。嗯，拿着。
姐，你敢闹着你？镊子。我耍不行了。我看看你这拿镊子有的。你那有镊子吗？之前去四川菜，然后练那边都不让说话。这个说话能改变这个二条件，据说。Mm-hmm.